影，李玉璽花心撩妹，把学妹初恋当赌注。有一种喜欢预告，图星泰娱乐，2018万0301。李玉璽和毕书尽二位帅哥主演的电影《有一种喜欢》发布正式预告。预告中，李玉璽帅气登场后，奔放地强调三次：“我这整个晚上都在想你。”画面上却轮番出现不同的女生，暗示他这次有别于过去的国民学长风云人物形象，改以活泼奔放的花心大勺李诗俊出现，并且与毕书尽正面交锋 PK。有一种喜欢讲述刚考进艺校的菜鸟王乃元，没有靓丽外表，也没自信，只能默默成为全班同学的小助理，却如梦似的被一见钟情的校草学长李诗俊、李玉璽饰演给电到，两人互动接触加深王乃元心里的兴奋，却怎样也没想到自己竟是一场赌局中的棋子。李玉璽，右二，左拥右抱，图星泰娱乐，2018万0301。李诗俊的花花公子行为，不仅王乃元受害，连好友崔秀楠、毕书尽饰演都受不了。对方甚至还摆上自己心仪的女生，让他大翻脸怒吼李诗俊。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对于这场吃重的友谊翻脸戏，李玉璽坦言，在我看完剧本后，觉得和师兄毕书尽的那场吵架戏是最困难的部分，拍摄前一天还失眠了，很怕达不到剧本里的情绪。而首次参演电影的毕书尽则表示，藉由这个机会和玉璽一起演出，觉得很安心，也在这部电影认识了一位很像子子又很像妈妈的导演笑，所以觉得很开心。毕书尽又相当不满李玉璽的花心，图星泰娱乐，2018万0301。有一种喜欢海报，图星泰娱乐，2018万0301。